你好，啊，是于林先生啊。今天的客人真多呀。是啊，请坐吧。好，放贝多芬五号可以吗？可以。常这样。是今天的报纸吧？今天的卖完了，是17号的。这张报纸呢？15号的。
到现在于林和本部失去联系已有两个月，在森严的敌后，他熬过了漫长的冬夜。对他来说，这个严峻的冬天是最痛苦最难过的日子，但是当他知道在黑暗中碰到的金刚石不是别人，正是顺基时，于林感到无比的欣慰。于林以为，从见到穿着敌人军服的顺基的瞬间开始，他已经把他从自己的记忆中洗掉了。但是就是他对顺基憎恶的那个时刻，在心中还深藏着对初恋的记忆。他的期待没有白费，今天他终于看见了比十年前更老练，在狂风暴雨中锻炼出来的顺基。顺基是过早的失去父母，走上了革命的路。本部了解到，他在汉城大学时帮助过一位革命家，战争开始时他成了侦察兵，他潜伏下来，代号老狐狸。他所做的工作业绩均保存在本部的机密文件库里，可是对这个美丽的姑娘心中深藏着的曲折的喜悦和悲哀，任何文件也没有记载。对她的这种心情，只有于林才深深地感悟到。他们虽然相隔很远，长长的十年里一如既往地为可爱的祖国走在一起，因此今天他们不是站在对立面，而是在革命的同路上相遇了。1月25日，美帝侵略者为了缓和已激化的内部矛盾，并且把新攻势的可行性展示给同盟国，组织对铁原两侧梯形高地的大规模攻击战，密称斯维斯战术战斗，动用了美第七步兵师团和第一机甲师团的坦克，还有49、58轰炸机联队和美18轰炸机联队。昨晚科尔滕向在华盛顿的上司报告说，这次战斗的准备工作无懈可击，将向全世界示威新攻势的威力。6点是攻击时间。
回答，汉城，快回答，干什么？汉城，侵略者的抗议和谴责声遍及世界。1月29日，被严重的事态搞得惊慌失措的艾森豪威尔及其亲信们召集国家安保会议，研究缓和事态的对策。因而1953年2月3日，美八军司令官比伯利特承担战败责任，被撤职。与此同时，华盛顿和东京指示克劳斯查明战败的原因。等等，只有共产军一个中队在守护的地方，竟然有120门大炮在等着。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替新高地战斗的秘密早已传到共产军那儿了。不知道是不是？你竟敢说不知道？参与这个战斗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秘密就是从你们那个记者团里面漏出去的。我是按着上校阁下的命令，战斗当日清晨才告诉记者的。那么到底是谁？是你吗？对这个计划，连韩国首脑们也不知道。如果把我看成，好吧。枪毙吧。不要胡说，中校。现在不是时候，反而帮了倒忙，一下子枪毙300名，谁也不会追究责任。回去再调查一下记者们。跟总部吗？把那个对陆军报道处长的监视材料拿来。这是克劳斯上校直接交给的任务。明白了。雨林，如果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就有生命危险。这次战斗失败了，别说新攻势，艾森豪威尔总统也陷入困境。想起不久前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有关组织梯形高地战斗参观团的机密文件给于林看的事，
他感到心虚，他现在才明白他被骗了。他想军部年轻军官组织的秘密也一定到了共产军那里。更可怕的是，美军首脑者们费了很大劲儿准备的艾森豪威尔的新攻势没等开始就破产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榆林的缘故，把榆林介绍给申宰善的也是自己，在 CIC 面前做保证的也是朴武自己。这里才能尝到法国沙特的味道。对，哎，女士们、先生们，愿意的话，为祝贺赫利的生日，咱们大家拍张纪念照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哎，等一下。好的。谢谢你们。谢谢。好的。我觉得还是我们法国人立场正确，美国人才领不到过错。嗯，对吗，榆林先生？但是英国人如意的交趾的韩国访问，结果很不寻常。榆林，你怎么看呢？说是私人访问。不对，路易德是受美国国防部的邀请，为了及时调整英国和法国等同盟国和美国的关系来访问的。这又是哪儿来的情报啊？是有事，这是只有我一个人知晓的功夫。哇，真正的新闻话题在这里呢。不看牙去。再见，何老师。再见。好，再见。
来，从跟踪自己的朴武的行动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如果朴武把自己和最近梯形高地的战斗秘密仪式联系起来，怀疑自己的话，有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现在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让朴武沉默。啊，你好，先生。我有一个朋友，他发病了，想请您给诊断一下。要去哪儿？去大学医院。你打错电话了。哦，对不起。回来了，妈妈。哎，快去玩吧。晚饭不吃了。我说，西埃西来人了，快请进。你好，现在来找你，不打扰你吧？夜深了，怎么？我们家里……啊，请坐。朴武君，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已经忘了，两年前我们俩一起到金木岛训练所报道的日子。哦，真的是这样。喂，你怎么不会接待客人啊？啊，对不起，怎么买这么多东西来啊？啊，快请坐。哎，啊，请坐。好。哈哈，稍等。真好看，叫什么名字？兰兰。兰兰。我爸爸。是吗？孩子，出去玩吧。妈妈让客人看这个。哦，好了，快啊。真乖呀。
忠孝先生是幸运儿啊。说我？对。好，快请喝。怎么，有什么苦闷吗？苦闷倒是，啊，来。嗯。用咖啡吗？谢谢，我不用。啊，那么你们边吃边谈吧。顺吉小姐，有个事儿问问可以吗？可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时，啊，不是，不是犯罪，而是犯错误时，啊，啊，不是，这也不是，简单的说，啊，由于交错了朋友，导致不好的结果时，军法会如何处理呢？那是取决于其后果有多大。哦，是这样。嗯，算后果很大，这种情况下能参考过去的功绩吗？朴武军，我们不是初次相识的，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你说吧，现在你想说什么？让我说什么？对我自己，不然的话，对于林。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谁啊？说于林啊。有关系。你不想知道理由吗？想啊。为什么呢？因为于林是我的朋友。请不要在 CAC 军官面前开这样的玩笑。我们是经常抓住对方的表情和把柄的人。对不起，我只是把顺吉小姐当作老朋友罢了。我也是这样。你还记得在节目岛训练所你教我枪法的事吗？我至今没有忘记。忠孝，你在全千里是怎么样枪杀人们、烧毁村庄的事，将来也不会忘掉。那个时候，你忠孝先生是个雄心勃勃、有魅力的军官。你这像是在向我求婚似的。算了吧，我不是来看你变成这个样子的朴武军。正当国家处在艰难的时刻，我看出一直是坚定的反共斗士的你，像街面上的醉鬼一样，正在耍酒疯，感到恶心。顺吉小姐，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地形高地的秘密早就已经传到了平壤，
我要抓住这个人，熬了五个夜晚，抓住了。不管是谁，要处以绞刑。家属当然也要枪毙，知道吗？可你呢？哼，很轻松啊。事前已经知道，这次战斗秘密的只有几个人，其中在行动上表现失常的人就会成为注意的对象。忠孝先生偶然被冤枉了，给你这个和睦的家庭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你想过吗？那是你忠告我的理由是什么？为了老朋友，为其夫人和女儿的幸福。为了什么？我也是一个女人。再见。他走了，真有魅力呀。可能所有的男人都爱慕吧。出去吧。什么？让你出去。现在不是一下子枪毙300名都不会追究责任的时候。抓住了，不管是谁，要处以绞刑。家属当然也要枪毙，知道吗？